穿越繁华，只为天边那一抹彩霞。散去流沙，笑脸大千如花。这肯定是寇员外为送我们那等彩帐花幢盛张古月，故而惊了贼人的眼目，引来如此之祸呀。我们扰他一日，他如此厚恩，我们无以为报，不如我们将这些财物送到他家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啊。我这就到府里去递状子作告他们。娘，这状子如何写啊？就写唐僧点着火，八戒叫杀人，沙和尚接触金银区，孙悟空打死你父亲。大胆贼僧，罔顾国法，图财害命，速速与我捉拿归案。这些小毛贼啊，真不应该把他们放了。此番我们将这些财宝还与那寇员外，也算是对得起寇员外这一日款待。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哎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人家寇员外好善乐施，摘了你们四个，你们怎就打家劫舍呢？你们到底是不是真和尚？大人容禀。贫僧实不是贼，绝不敢抵赖，我们身上随身带的通关文牒可以证明，只因寇员外施斋于我等情意深重，我等路遇强盗，夺回打劫寇家的财物，想送还寇家报恩，却不期被大人的兵马拿住，望大人明察。巧言令色，巧言令色呀。既是路遇强盗，为何不将其捕获，见官报恩？如何只是你们四人？你看，这是寇良递的状纸，你还敢强辩？你还不承认是你们杀死寇员外的吗？寇员外死了？他怎么会死呢？哎，师傅，悟空，这四个贼人如何处置？师傅饶命！师傅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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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念他们初犯，适才已经惩戒，劝他们以后弃恶从善，放他们去吧。哎，师父，可是这样太便宜他们了吧？这寇员外宅心仁厚，想必也不愿见有人丧命。再说此处临近西方，更不能随意杀生。念你们是初犯，把你们全都给饶了，再敢胡为，孙爷爷绝不饶你们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这寇员外是这等好施之人，怎会遭此厄运？哎呀，不是和尚倒像戏子。大人，我等可是冤枉的呀。冤枉？哼，你看这些东西都是在你们的行李里搜出来的，这都是寇员外家的财物，还有什么可冤枉的？悟空，悟空，为何不帮为师辩解？哎呀，人赃俱在呀，还辩解什么呀？这位小师傅倒是干脆，正是啊，赃证现存，还敢抵赖？赃物虽在，却不是事实。哼，拿脑箍来。把这秃贼的光头箍上一箍，然后再打，怕他不招。哎哎，大人，你莫急呀、啊！昨天晚上打劫寇家、点火的是我，持刀的是我，劫财的也是我，杀人的还是我，跟这几个和尚无关。你只抓我一个就行了。嘿嘿嘿，仗义。
那就先成全你，先把这个箍起来。是。使点劲儿，哎，使劲使劲，哎，我说你这老官，你觉得你能锁得住我们几个吗？啊，就是因为知道大老爷是一个清官，一是想让大人给我们几个一个公道，二就是想让你给寇员外一个公道。嗯，话虽有理，你想怎样？还是劳烦大人跟我们几个亲自到寇员外府上走一遭，哼，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，这对办案十分有利。本官就随你去，看你还有什么花样。好。快！哎，大人这边。你个天杀的！啊，是你杀了我们家老爷！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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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你怎么老冤枉我？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是谁杀了你们家老爷呢！你这猴子，本府随你来了，员外遗体在此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哎，大人，你随我过来看看啊。起来吧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没事了吧？哎呀，你要不冤枉圣僧，我还不回来呢。哎，来来来，你呀。还是跟我师父说。圣僧，多有冒犯，请勿责怪。阿弥陀佛。多有得罪，恕罪恕罪。哪里哪里。哎，大人，你如何在此啊？是你这两个儿子递诗状，作名告了这几个和尚，说他们抢了你家的钱财，又害了你的性命，所以本官才将他们下狱论罪的。大人。真冤枉四位圣僧了。那夜有四名强盗，明火执仗，劫去家私啊！让开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看，拉走。让开！放开！什么都可以拿走，请把佛像给我留下！放手！求你们了！求求你们！放手！我杀人了！啊！求求你们留下佛像！求求你们！原来那几个贼人没有打杀于你呀？啊，没有啊，是我圆满归西呀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师傅，你是有所不知，上回我去阴曹地府打听了半天他的名号，也没打听出来。哎，后来我去西天碰到了阿弥陀佛，才知道寇员外原来是圆满西去，上了天堂。啊，若不是你等冤枉圣僧，我哪里愿意再回到这里啊？圣僧，奴家愚钝，冤枉你等了。哪里哪里，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天堂可美？哎呀，美妙无比，美妙无比呀！我此番彻底的悟道，只要你好生修行，自有佛陀接引。寇良，寇栋，
父亲。老爷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你等要好生的修福，切不要只想着俗世的利益。儿子，记住，慈悲济世，心中有佛，灵山就在脚下，即可圆满西去，不再堕轮回，才是正途啊！希望你们记住我所说的话。员外，大造化呀！师傅，你看，前面呢就是玉真观，过了玉真观就到了灵山脚下，到了灵山脚下就到了雷音寺了。好去处呀，真是好去处啊！师傅，那等什么？肚子早就饿了，咱们赶紧去吧。走。哎，师傅，原来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处你强要下拜，今日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怎么不拜了啊？到了，终于到了。嗯，哪来的？莫非是东土取经人吗？哎，师傅，他就是灵山脚下玉真观来接我们的金顶大仙。久违了，久违了。阿弥陀佛，圣僧怎么今年才到啊？恭喜四位历尽艰险终到灵山，修成正果呀。多谢大仙，今日打扰，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。呆子。那好，贫道明日送你们，各位随我休息。师父。小兄，走吧。走。哎呀，师兄你太丢人了，吃了那么多的馒头还不够吗？这个给你。你吃多少？哪有吃多少啊，走了十几年，饿了十几年，这两个给师傅，这个给猴子，刚才拿了一个就不给你了，这个给老猪，明天吃后天吃。沈僧，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霭千重的，那就是灵鹫高峰佛祖圣境啊。师父你先别拜，还远着呢，常言道望山跑死马，师父如今就开始拜，若拜到顶上那得磕多少个头啊。你闭嘴。圣僧啊，你与大圣天蓬卷帘四位已到福地，灵山就在眼前，我这边就告辞了。多谢大仙。大仙走好啊。师父，走走吧，走。悟空，师父这路走差了，走，感魔大仙指错了。此水这般宽阔，这般汹涌，又不见舟楫，如何可渡？师父放心，没差没差。师父你看那边不是一座桥吗？要从那个桥上过去方能成正果呀。啊，悟空啊，那桥不是人走的，还是去寻其他路径吧。能走能走，走。走吧。师父来。这也能过呀，这水面又宽，波浪又涌，独独一根木头又细又滑，老猪都没法上去啊。好好好，
俺老孙过去给你们看看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悟空，嗯，嘿，没事儿。走走走走，干嘛去？哎，你走吧。干嘛去？瞧啊，跟我走。哎，走你。我不去。哎，老沙，拿着。快走吧。不要不要，我去，我害怕。师傅师傅，你看这么花，走不得。你别推我呀。谁推你？你走不走？走，快走啊！我不行，我告诉你别回来啊！你回来我就踢了啊！走！八戒，二师兄，真不行，站不住啊！太滑了，猴哥，猴哥，驾云过去不就得了吗？何必受这罪呢？哎，你这呆子说什么话呢？啊，这是什么去处？你还想腾云驾雾？嘿，我告诉你，只有脚踏实地方可成佛。猴哥，我看这佛做不成也罢，实在是走不得呀。再嚷嚷我打。八戒，千万小心。悟空，在这儿就别闹了。嘿，师父你不知道，在这儿不抓紧胡闹，上去就胡闹不了了。大师兄，还是不要再闹了。上船。哦，上。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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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有船呢。哎，渡人了，渡人了！几位，请上船。你看这船好像没底，这如何渡人呢？佛渡有缘人。师傅，快上船吧！啊，这，师傅，别看他这船虽然无底，却是很稳，纵有风浪也不得翻呐。嘿，师傅，可为师上船。如何能下得去啊？哎呀，师傅，你怕什么呢？这河水也不急呀。嘿，师傅，你害怕了？啊？嘿，不怕不怕。嘿，不怕，走你。师傅，你看，往那儿看，你看，哎，你怎么，你怎么跑那儿去了？哎，师傅，看来那是你的肉身呐、啊。是你是你啊，是你。哎，那个是你，那个是你。你看，可贺可贺，脱了凡胎，早成正果。恭喜师傅。师傅。恭喜师父，恭喜师父，阿弥陀佛。你看我们到灵山了。你看，灵山到了。师傅你看那。哎，师傅，人呢？船也不见了。师父，方才是灵山的接引佛祖，嘿，他便是南无宝幢光王佛，嘿，他已经去了。悟空。
悟能，小白龙，悟净，为师近日脱却凡胎，登临佛境，接掌四位扶持之功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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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的哪里话来？现如今都要成了佛了，反倒身份起来了。师父，你看前面这景色比咱一路走来的风光如何？真是至美至善之地啊。这个八戒来到这里还揣着馒头，恐这贪与吃很难放下了。走，快走。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，只因天高地厚，物广人稠，多贪多杀，蛮心媚己，大斗小秤，害命杀生，造下无边之孽，罪淫恶满，至有地狱之灾，或者永堕阿鼻地狱，不得超生。我今有经三藏，可以超脱苦恼，解救汝等于水火。共计35部，该15144卷，真是修真之境，正善之门。阿傩迦摄，你两个引他四众到真楼之下，开了宝阁，将我那三藏经中35部之内各捡几卷与他，叫他传流东土，永驻洪恩。谨遵如来法旨，谢佛祖赐经。圣僧东土到此，有什么人事需要放下，我好传经与你去。弟子玄奘来路迢遥，不曾背的人事何尝要背，你且把你身上的人事放下就好了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一路上竟是要人事的，到了西方的绝境之地怎么还要啊？你们到底讲不讲理啊？佛门圣地需要讲什么人事啊？就是。哎，师父，我看要不这样，要人事我们没有，我们去告诉如来，叫他自己把经传于我们得了。嚷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还敢撒野放刁？到这边来接经。若不是猴哥喊着要找佛祖，那两个家伙还不给咱们经文呢。八戒，混蛋几个，真坏呀！我说你们几个，摔我就算了。这帮家伙，师父，我人是来耍我的呀！啊，看走眼了吧，师兄？我经书没事吧？啊！
师父放心，静叔没事。我看是那佛祖嫌我们没给人事，或是吃饱了没事干，成心耍弄我们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。师父，所幸的是静叔无恙。我们得看看此地是何处啊。这是河边。哎，老沙，这是不是你家呀？老沙家在流沙河。就你知道。这是通天河。这是通天河的西岸呢。师父你看。为师也想起来了。当年我们从河对岸过来的。对。我们在河对岸救了陈家兄弟的儿女。结果他们准备要弄小船送我们过来。后来是老白猿把我们驮过来的。对。我记得我们到了此处以后也是四处荒无人烟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师父，这河水这么宽，水流湍急，又无渡船，怎生过得去呀？唐僧僧，唐僧，老白猿，老白猿，这里来，这里来。老白猿，向年累你，今岁又得相逢。我也在此等了你们许多年了。哎呀，你好有诚心呐！那就麻烦你再送我们师徒过一次河啊！大圣客气了，快叫你师父过来吧！多谢。我当年曾求您入到西方见我佛如来，与我问声归着之事，还有多少年阳寿，不知您问了吗？加上这一难，正好九九归真，满了81难。弟子等向蒙菩萨法旨，暗中保护圣僧。今日圣僧刑满，菩萨缴了佛祖金旨，我等望菩萨准缴法旨。功德圆满。为师真是对不住那老猿，见了佛祖一心执着于经书，却忘了答应着老猿的事情，贫僧真是该有此劫呀。师父勿扰，想是师父劫难未满，现如今我等已经了了这一难，以后则无事了。师父，没字啊。都打开看看。这个也没字。师父，我这里也没有字啊。这糟了，都没有字。没字，这不是逗我玩吗？这个局怎么什么都没有啊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什么也没有啊！我东土人，我是没福啊！似这般无字的空本，取去何用？我怎么敢见唐王？欺君之大罪，罪该万死啊！师父，别难过了，这一定是那阿傩迦摄尔斯。问我等要人事，我等没有，故将此白纸本子传与我们，咱们回去在如来面前告他个索贿之罪。就是告他去啊。
师傅，师傅。老孙本以为佛门乃清净之地，原来也是藏污纳垢之所呀。怎见得是藏污纳垢呢？嘿，我们师徒四人受了千辛万苦，自东土拜到此处，蒙如来吩咐传经。嘿，可是没想到却被那阿傩迦摄所会不随，嘿，统统作弊啊！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叫我们拿去。嘿，我们拿去何用？还望如来明断。汝等所贵之物，正是人事。哎，我说如来，莫不成你连老孙的金箍棒都要吗？悟空，弟子明白了。玄奘既已明白，阿傩假设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捡几卷与他，来此报数。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，叫弟子持此沿路化斋，今日奉上，以断尘心。善哉善哉，世间名相皆是虚妄。弟子领受。别像上次一样。请圣僧受旨。八戒，师父要受旨了。圣僧如前世原是我之二徒，名唤金蝉子，因汝不听说法，轻慢我之大教，故贬汝之真灵，转生东土，今喜皈依，禀我加持，又成无教，取去真经，甚有功果，加生大直正果，为旃檀功德佛。多谢佛祖。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，全始全终，加生大直正果，如为斗战胜佛。多谢佛祖。诸悟能，保圣僧在路，虽有顽心，但保护圣僧登山牵马挑担有功，加生汝职大果，做净坛使者。他们都成佛了，为何让我做个净坛使者呀？你到了灵山，还在私藏人家的馒头，因而犯了贪吃二戒。
给你个禁坛使者，你已算捡到便宜了。因汝口壮身庸，时常宽大，盖天下四大部洲，瞻仰武教者甚多，乃是个受用的品级，如何不好？多谢佛祖。沙武进，成敬加持，挑担有功，加升大职正果，封你为金身罗汉。多谢佛祖。每日亏你驮圣僧来西，又亏你驮圣经去东，亦有功者，加升汝职正果，为八部天龙马。佛祖，说，此时我已成佛，你就施恩于我这个小猴子，啊，把这个紧箍咒给我接了吧，要不然你念个松箍咒，把它脱下来给它毁了，别再让菩萨拿这个东西去捉弄别人了，啊！心能拘束，身何拘束？哎呀，哎呦啊！佛祖，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成不成佛都是虚名，最主要的是能还老孙一个自由之身。成佛挺好的，成佛挺好的，多谢佛祖，成佛真的挺好的。众金刚何在？弟子在。你们几个快使神威驾送旃檀功德佛回东，勿得迟违。谨遵如来法旨。圣僧，此间乃长安城，恐泄露武下，我们不好下去，汝自去传了经与汝主，即刻回来，我等与你一同回灵山剿旨。多谢四位金刚。玉帝，你在哪儿？
在前面拍了那么多的戏，加起来都不如这个戏拍的。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，也可能是对我们自己心灵的一次磨练。是一个人生历练的过程，把我们最终的目的西游记完成了。这个西游记拍下来七八个月的时间，在一起一路走过来，付出了很多艰辛，这个记忆值得去珍藏。